好，有一个训练生，这个人他说，他在过生日的时候，有一个训练生叫做林凡，他送了他四只小恐龙，而且还写了一封信，让他觉得又惊奇又感动。请问一下，小恐龙是哪来的？林凡，你去哪里弄小恐龙来？在这种时候，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刘林姿吧？啊，因为就知道他那个时候会过生，所以就提前很久就拜托学员馆买了，然后一直放在柜子里面藏着，然后等生日的那天送的。哇，你太有心了吧！好，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个对象是谁吧？刘林姿。啊？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他不是秘密。他喜欢恐龙，他们猜的哦。我已经发现是这么多年了，他到现在都没有送过我东西，他也没有给我写过卡片，我好不爽，有点。那这段期间还有谁过生日吗？孔雪儿，很多人，好多人。孔雪儿生日，那孔雪儿怎么没有收到礼物啊？奇怪，林凡，老是搞事情、啊。刘林姿，对于礼物只有你有，你的感觉如何？林凡，你为什么不准备礼物给空雪儿？甩锅！因为我和他一个班，就是一起训练过，然后我没有和那个空雪儿一起训练过。哦，好了好了。我们从这个节目就是一开始就是比较先认识的一些朋友，然后我们就约定好了，说一定要一起冲进前二十，进入决赛圈。最近也越来越忙起来了，然后我们也不在一个组，但是呢心里面都还是会想着对方，给对方继续走下去的那种冲劲鼓励。哇，友情万岁，真的友情万岁。刘令姿，最想感谢的人。时间过得好快，认识大家已经快五个月了，想到这段旅程快要接近尾声，心中泛起一阵不舍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些朝夕相处的人将会各奔东西，踏上属于自己的旅程。这一路上有太多太多帮助我的人，我想在这里好好的感谢他们。第一个是 Bad Guy 组，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幸运，在节目的第一个舞台就能遇见这群单纯又努力的队友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坚持比努力可怕。Great job！ 太好了，每一个人在台上的每一秒钟都是很有状态。好像赢得了世界第一的感觉。Bad Guy 的精神也一直影响着我在之后的任何一个舞台。第二个是林凡，主题曲的期间我们认识并成为了好朋友，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能认识如此单纯又可爱的你，你总是照顾我们，是我们的团妻。这么高吗？好吓人，都到这儿了，这里，蹦。你永远是我们的元气少女，谢谢你。然后，林凡总是能观察到很多我的小细节，包括上次公演的时候，他是唯一一个下来说你脚刚刚是不是痛了的人。哎，脚怎么了？就是旧伤啊，我看到了。其实他一直都是有脚伤的，包括他跳主题曲什么的，
就经常都会蹲着，很多时候有的人就会以为他偷懒啊，或者是怎么怎么，这个时候就想，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？人家只是不说，就他很让人心疼，就是有的时候。第三个是葛心怡，虽然我们一讲话就互怼，好软哦。跟你安利的那时候也是很软，就是很软，就打我。葛心怡绝交一分钟，只要一晚上。但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总是没有自信的小笨蛋。要相信，你真的在进步。我有看到，谢谢你。第四个是金子涵，子涵真的是人美心善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女孩子啊？憨憨的，软软的，然后总是困困的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好像抱抱你，烦恼就走掉了。谢谢你总是这么可爱。然后别哭了，我很庆幸能彼此认识，然后成为好朋友，所以我很谢谢你们。